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我是无意中去志强办公室去拄到的啦。啊，那安尼，伊毋着知影你甲志强咧交往？我带宝宝去志强遐找伊，啊，刚才伊无发现宝宝的代志，我着骗伊讲我已经落体啊。啊，不过我回去以后愈想愈烦恼，万一若是发现宝宝的代志，这问题会愈来愈复杂，所以我希望。阿伯，你较可心，阿若总看到因，都莫阁提起我的任何代志啊。如意，歹势啊！啊，顶摆我去找丙丁杰啊，是希望伊能出面，驾驶来巴阁顺顺，让因较安稳的。想袂到来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紧啦，多谢您哦。如意，啊，你哪会知我到底遮？是来花甲阮讲的，我足想你的，足想要当面甲你回信的，想对不起你。来放的妈，你慢点讲。来，等一下这样。哇。呀，进嘛，阿姐。有志。如意，讲来讲去吼，拢是我这个嘴脸唔好，才害你变甲安尼。当初若毋是因为我叫纯纯骗讲伊有心来答应伊跟来花结婚，你嘛袂因为受过伤心才出来离开，才害你身躯边无人照顾，害你无说你老爹。如意啊，你一定要原谅我的无知，原谅来花的无情，原谅阮苦家，误你一世人。我伫遮甲你回信。来吧，妈妈，你莫安尼啦，我受挡袂起。过去的代志，都回过去啊，咱就莫搁讲。如意啊，亲像你这么好的查囡仔，若是会当做阮家的新妇，唔知影偌好。可惜啊，阮苦家吼无迄个福气。啊，不过阮真正足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。若是一点，你一定要相信我所讲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较早赖爸爸爸把我当作亲生查某囝对待，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内。是啊，我真正把你当作查某囝来看待。既然安尼，我有话吼就直接讲啊。我听赖花来讲。你甲志强无顾因爸爸的反对，要做伙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是安怎恁无爱归去，去国外过生活嘞？来访妈妈，我袂当因为志强伊选择我，都害志强伊甲陈家切断关系啊。啊，不过万一因爸爸若是一直歪接受你嘞？除了离开，恁敢有别项的选择？万一若是继续安尼起冲突，啊，你个来花来过去，总有一天绝对会别空的啊！若是安尼，你是安怎
我接受赖华来建议，你甲志强两个人应该离开家。若是我甲志强要离开，恁希望我安怎做？我知影你真无简单，才得到这份幸福。啊，不过我更加清楚，这份幸福真紧，对造成所有人的不幸甲痛苦。既然安尼，我甘愿在遮做歹人。我想讲，我想要靠劝你离开志强，较免以后受到更加大的伤害啊。林秀晶嘛，表玲姐啊，我俩准讲恁今日来是要关心如意，啊结果呢，你是要来劝如意放弃伊的幸福？是，我嘛是讲不理中的啊。晶嘛，如意之前我来爸糟蹋甲你阿济，恁无替伊跑不平，都讲袂得过啊。什么叫替来爸来强迫如意？这叫讲不理中。晶啊。讲话啊！啊，恁就是安尼咧关心如意，弥补如意哦。我知我今麦讲什么拢唔对，我无想过搁较有办法解决今麦问题啊。我更加无愿意看到陈家，因为我来做结，要甲农家散去。如意啊，卡叔讲哦。今仔日来发啦，伊无带春春，你想要甲志强做伙，安尼我绝对会叫阮来发退出。啊，不过即卖情形无同款呢，即卖是你一心一意想要嫁入去陈家，这着好亲像伫陈家安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啊，什么时阵会爆炸无人知。万一你甲来发来秘密，咱安尼别空。你知影无？这是会当当伤害着所有的人，包括你家己呢。如意啊，过去我拢站在你这边，不过今仔我要对不起你。你甲志强、来华啦、佮春春，你的关系太复杂了。这拍死该进前哦，若无紧解决问题。过不堪接受，我阁希望大家在我的痛苦甲后悔当中。我即马听我甲恁讲，今日若真正甲如意逼走，恁才是后悔死啦！恁若无资格甲如意当作家己查某囝，恁更加无资格甲。阿哥，如意啊，我实看袂落去啊！你和我家己甲因两个讲清楚就好。来发爸爸，来发妈妈。以前来发还陪我的感情，佮逼我离开，我选择退让。我要去一个种样的所在来疗伤。我想袂到我会拄到志强这么好的人，万一这受伤累累的我。让我黑暗人生又搁出现光明。啊，不过即马来爸又搁发表离开，伊把我的希望拢提走去。恁讲，我搁有啥物气力会用要去倒位？我即马已经伫个山坎边啊。我搁退一步，我就会跋入去无底的深坑。敢讲你一定要看我跋到安尼，切骨分尸，你才甘愿？如意，你唔通误会，我唔是伫咧逼你，
我只是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你跟志强的感情。我要怎么面对我跟志强的感情，那是我的事情。我跟他的做伙无，也是我跟志强讨论过，我才能决定。请恁两位，莫把我对恁最后的尊重拢破坏去。是万无我，我拢受伤吃大，谁叫我生了一个不好囝。是了，请恁离开。我无希望志强回来会看到恁。如意啊，这个时段做甲这紧张。别讲讲，我看今日这件代志一定是台爸叫你来做说去，啊！你千万唔通为了因来替娘，无需要家己阁受委屈，知影无？爱博爱啉，对某囝无负责任。哎，不过我这世人嘛，无做啥物违背天良的代志。今仔日你不孝顺，阮两个阿母煞死于不婚，你伤害刘忠义，这个正良善良的查某囡仔，阮实是感觉足变相。是啦，太主要，阮所做一切吼，拢是为着要弥补阮内怀啦所犯的错误，绝对毋是阮自私自利呢。因为阮自私自利，你嘛已经甲阮处罚啦，如意老体，互阮失去一个宝贝孙。这回若代志会当解决，法下人若佫无重新做人，你要互阮苦嫁，断孙绝后，我绝对无半句怨言。你来救种谁啦？上不正则下歪啦！法若阁毋知通好悔改，伊甲前阵生个囝一定做歹驾驶，而且会危害社会啊！规桥咱国家无后代，甲变臭名万世。你嘛有白讲啦！哎，太主爷，太主爷，请你一定要保庇阮国家，会当开枝散叶，子子孙孙哦，拢幸生做好人，来还阮这代罪孽呢！我即摆着恳求太主爷。把所有责罚发泄我一人的身上，甘免我的子孙啊替我受罪受苦。太主爷，若是如意愿意离开志强，替阮兴担架一个平静的家，就拜托你赐予如意另外一份良缘。如意若能得到真正幸福快乐，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替伊祈福。我嘛同款啊，太主爷，就算讲哦，爱接我的福，我的寿。我嘛心甘情愿。你今日真水。多谢你啊！时间差不多啊，咱今天去。
即马人伫倒位啊？我是不是先去找你？我即马甲客户咧讲代志，无方便呢。哦，无方便就转倒煞。我有时间才有靠你啊、哦，拜拜。金大风卡来。下面有真侪运动用品社的头家，拢去参加联谊会，应该对恁厝的业务有帮助。多谢。归速达就李总经理在通话搞。哎，王老板你好。哎，李总经理，你好，请坐一下嘞。好。好听，速达甲大丰建设的头家囝是有密切的关系啊，你做个真好。啊，是讲你有请金少爷来无？无嘞。金董事长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对我有温情在的。学生啊，我是得失不起。哎，啊，遐我有朋友来啊，我过来者。李总经理，给你招待。好，喂。您头家是给你讲啥？你唱歌还是变叫？吃人的饭，还人的梦嘛。好听，苦得落去，将来才跳会悬。人生的道理就是安尼啊。你放心，我知影。而且我早都无把我家己当作是伊利达的总经理。我即马只不过是人的巡逻，爱对人婆婆塌塌，嘛是真正常的代志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请问速达李总经理，敢会当给你介绍几个客户？王会长，哎呀，欢迎欢迎，欢迎。给你介绍一个美丽大方、一个真有能力的人，速达的李总诶。这位是财友会的王会长。王会长你好。李总你好。来，小姐。来，会长。哦，来。李总，咱做为警察会长，多谢。有会。你讲你有代志，就是来参加这联谊会，这就是你的客户。金先生，我会当替友会解释一下。你是要解释啥？我问你讲，你插什么嘴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啊？友会，我即马以速达上大股东的身份，我命令你，甲这个杨经理，因公司所合作的合约。我要毁约，我毁就是歪背后因。大风，我知我无甲你讲，老实话是我唔对，不过你系公私分明啊，咱毁就是歪背后因，是咱厝内损失呢。违约付款我金大风来，我毁就是歪背后因。大风，我嘛是要公私分明，所以你甲杨浩天合作啊，我拢无讲。不过你竟然冤枉我，你偷偷甲伊往来，你又欺骗我。这种代志我真正无法度忍受。大风啊，你来，欢迎欢迎。阿大姐啊，歹势歹势吼，啊无收到贴啊，我就家己来啦，我较大面神啦。可能是这杨经理啊，因为讲我若出现，会甲大家带来困扰。人安尼讲啦，你会当来，我就足欢喜的啦。可能哦，哎，后天哦一时未记的啦，吃吃多多包涵。金先生，歹势，请你见谅。
一杯酒来敬我，安尼就要甲我梳头啊？你当作我啥货囡仔？阿大姐，你公司这位杨经理啊，无甲我金大亨囥在眼内，我心内非常未爽快。所以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这位杨经理啊，你甲洗头咯。这。阿大姐，我爸甲你也是真侪年的老朋友啊，感情真好。啊，那有另一个杨浩天哦，甲这感情拢拍歹去啊，以后生意就拢免做啊。浩天，是的，你的薪水哦，我会照算给你。大风，啊、你。我就算要逼杨浩天走，你现在唔敢嘛？袂用的，我阁需要大风甲我斗三工，袂用你即时阵得闲。无，我无意见。杨浩天，你即摆已经唔是即间公司的人诶，你搁在创啥？我叫人甲你放出去。心情听我好好解释哦。你若要解释，你都要想清楚你要讲啥。啊，若无你若搁讲白菜啊，搁扣我两包，安尼就唔好啦。大风，大风。我今日心情不好啊，无时间跟你只母仔有话无的，闪啦！你放心啦，我不是来找你连笑话，我是来教示你的。金大风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以后莫再去找尤姐麻烦，嘛莫再吃外下的狗狗。金大风，我特别让你知影，什么叫做电锯惊死神。这跟幼稚无关系，只要自己看袂过，这绝对是兄弟来教示一个不正囝。你真正是，我刚想叫你来，你即马随走。阿达伯，我即马叫我妈来处理哦。玉慧，你，你要走吧。阿伯，那你走。中哦，真正有够苦哦！竟然闹人来拍你，等一下我会打电话给哥，看伊哥有啥物立场讲话。哎呦，你来啦！这空嘴无话无哦，发炎就害啊！想讲你搁会关心我？
你拄安尼为我，你敢有着想？着想是无啦，互你气死我。气死哦？怎讲？你明知故问啊！我只不过是去参加昊天一班的联谊会，想要加认识一挂客户嘛。你敢有需要遐尼匆忙走去会场，发遐尼大的脾气？我是你气你骗我。我会骗你，那是因为我真了解你金大少爷的脾气。我无想要害你有白受嘛。为滴，我就是袂爽。啊，这杨昊天的想啥，我是一清二楚。我知伊的企图，伊要借这个机会哦，扭起恁两个关系。就算伊在想啥，还毋是伊的代志，你莫想就好啊。因为我听你安尼讲，我是怒气呢。你声声句句讲啊，你是为着要保护伊，你是要保护杨家，啊，结果呢？你让杨昊天有机会来接近你，啊！你敢知我看你安尼啊？我心内是安怎想的？我认为我是开钱做念头的。什么叫做开钱做念头？我嘛是因为提你的钱，我压力足大，我唔再拼性命趁钱，想要行你，无想要害你妈佫讲啥？想袂到你竟然安尼讲，真是不可理。哎，等等，约会，等等，好，你慢走啊！你失礼失礼，我甲你行失礼好不好？好。我承认，我不可理喻的行为哦，因为我在假钞。我住在恁厝楼脚，我看伊塞车去载你，甲你扶上车，甲你关门，你搁对伊笑。我看者哦，我关门要倒火啊嘞，我都失去你弟啊。咱不是讲好啊，咱只是需要双合作，保持朋友关系就好啊。我后悔用伊无，我无想要甲你维持这种普通朋友的关系，因为这种关系，我真侪话我无法度大声对你讲，我无法度大声对你讲，你袂用上伊的车，你袂用接伊的电话，你嘛袂用对伊笑啊，因为哦，因为你是我的，我爱你，后悔啊，我一直以来我足爱你的，我从来都唔捌改变，你啥物来折磨我啊？你敢不知我看你跟杨昊天做伙的时阵，我心内有偌硬、偌后悔、偌痛苦。我后悔，我想要甲你放掉。我痛苦的是，你竟然把咱的感情这么简单放袂记。我本来是希望讲，会用借一摆、搁一摆，甲你冤家的机会啊，把咱的感情放袂记。我真做袂到，我对你也是有期待。你应该真清楚，咱两是无可能啊。那也无可能，玉慧，咱把过去所有无好的代志，咱全部拢放落去，咱重新过来，嗯？玉慧，只要你愿意待在我身躯边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代志。玉慧，你若讲你对我拢无任何感觉的，你若真正对我无任何感觉，你哪会安尼一摆搁一摆求我？好啊，你莫阁逼我，你若是继续逼我，今仔予我感觉我无法度承受，我就会离开你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有话有，我莫逼你，我莫逼你，你莫离开我啦。我有你，我有你时间哦，你想看麦，我有你时间，我莫逼你。中大个药爱食几粒，啊！你看有啊，看无啦？啊，速速起来啦！我量气药啊吼，食几粒啊就好啊嘞。他无啦，食药啊要量气药食哩，让我看清楚才食。爸，爸。啊，你转来拄啊好，来来来，看者看者，看我这药啊吼是要安怎吃哈？哦，恁爸迄药袋啊，迄字印甲比狗遐搁较细，字敢安怎看？啊，这药我等下再吃。哦，啊，您敢唔去找如意？有啊，不过如意吼，唔肯给我们拜托。啊，你有甲伊讲话清楚无？有
有啊，该讲的拢讲啊，该劝的嘛劝啊。那如意到底是想要创啥？伊若一刻无离开这，代志就无可能会当解决啦。你较站实的哦，做唔到代志人是你哦，啊，都逼阮两个老人去苦劝如意。哦啊，即摆搁转来讲大细声，你有天良无啊？你乌空阮宝窟啊！你敢不知阮记如意的孙子有偌见笑？啊，我是对啦，我是伫你记如意，唔听恁的苦劝啊。搁安怎讲？恁两个拢是伊的事，大处发展拢是为伊好啊，小处就是劝唔听啊。来换啦，咱吼都给如意加一寡时间，互伊想个清楚啦。如意心肝内底想啥，我真清楚。伊坚持要甲志强交往，坚持要留落来，就是要对付我甲春春。伊明明就是想要过一个冬假，把我糟蹋甲死。你家即马搁咧怪如意啊？你若去用糟蹋了，嘛是你应该死好啦。爸，即马拢什么时阵啦？你搁咧为如意？我只不过是甲如意发生一段错误的感情。想怎我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我嘛想要成全伊，我嘛想要祝福伊啊。那是伊唔给我机会，想要对付我，你敢来我等你丧死哦？如意牺牲伊上爱的美顺，趁钱照顾你十外年。哦，你即摆讲那是一段错误感情，你这个做的人啊，唔好好啊，小姐，你是搁想要安怎？不管错误的人是谁，即摆错误是如意，伊若是唔好好过，我咪要放伊煞。我绝对是无可能，可以甲东家闹到鸡犬不宁，拢给煞掉。来焕，你千万唔通胡白乱来呢哈！即摆是咧抢啥衫啊？你真正是江苏大将，你坏人，你落地擦脚啦！是如意逼我，我绝对无可能，可以你糟蹋我，打击东家。你我甲糟蹋无咯，这条命我得解不回。来换，来换！哎，等，气甲胃骨疼了，好啦好啦，来，莫怒气啊！哎呦，表弟啊，你讲啊，咱就要变哪个来回来斗三工啊？你也插杂些死白话，一摆咱问讲伊药安怎看，药安怎吃，连看都无看，干那烦恼讲咱就去安当如意无？问无到伊要滴的结果，我来做伊走，也无关心讲身体有较好。我知伊心情无好啦，啊是讲你是安怎要搁甲伊讲一挂歹听话？啊，万一以后来无爱转来厝的，是要安怎啦？莫转来上好啦，痛咩吼？咱两个气甲快死未了。对啊。你若无想要伫遐尼侪人面头前闹鬼，就乖乖跟我去。李有志，我之前就讲过啊，你若敢甲我夹一下，我就马上去报警了，叫你伤害。你以为你甲陈屯屯两个翁仔某恶意伤害如意，就无我可敌啊？感情的代志，本来就毋是你这个外人能插手的。那安尼，你现在搁利用恁爸啊，搁恁妈赶走如意。你明知因两个老的替你当阿娘做罪过，你还搁利用因矛盾的心理去逼如意替娘，你是怎搞有效的？至少我有迄个心，想要解决我甲如意的问题。也你呢？你除了来威胁我，你搁有甚物好的办法？好的办法当然有啊。当初是如意为你牺牲遐尼啊多，今麦换你成全如意的幸福。你甲陈准准甲分离离，换你走，走愈远愈好，规日无人想要看到你种败类。
你这嘛是讲什么笑话？你啊，如意离开志强，或者是咧讲笑话？当初明明是你甲陈纯纯撇开如意，害如意已经离开一摆啊！今嘛你啊好意思，家己留咧当家享受荣华富贵，爱如意搁离开一摆？我今嘛所有一切，拢是靠我家己打拼得来。我想到就要放弃。如意，莫掠准讲，伊今嘛找到志强这个金龟婿，伊就想要搞我做对，伊就想要毁掉我一切。徐大发。 你今麦手头所拿的遐物件，拢是你用尽心机所得到，啊，倒一工你也失去所有一切，遐也是天公伯啊，要让你的报应，甲如意无关的。幼稚，你用去警告如意。卡叔公，伊若想要不择手段，甲我玉石俱焚两败俱伤，我绝对袂放你走。我今麦嘛听我警告，你若敢逼如意阁行上绝路，我绝对袂对你客气。行。 六子，你想要创啥？你有讲过，你想要去你上官的所在，要唔过你今日搬落来，要唔过就算你搬未起，嘛无用得恁爸母，还佫有对你有恩的爱人的心肠，爬去你想要去你的摩天大楼。徐来吧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敢佫对付如意，后悔我就要你体验一下搬落到底是啥感觉。我咪是予人吓惊大汉的。 金大少爷，你竟然叫我去驾驶阿忠！是啊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亲像阿忠这款小卒啊，你叫我去驾驶，未免看我姓吴。阿忠来甲我夹着，我叫你去驾驶，那个啥唔对啊？金大少爷，你今物把我当作你的什么？你的保镖也是你的好啊？ 有人甲你卡掉，你就要我出面出力拍手哦。是啊，我叫你卡把中哦，只是替我报仇啊。我这另外一方面哦，其实嘛是为着这个大局设想。你想看卖啊？第一，卡准若卡掉阿中，这理由是一定出面。啊，理由只若出面，安尼讲一关就一定会震荡。 第二，即摆要创大势的红，上好的办法就是人工一关来甲伊相加。你甲你讲啊，这是不是上好的机会？啊，即摆哦，咱两个卖讲上听上的啦，即摆对伊来讲上重要的，就是甲大势红创掉。啊，若无你是当时才有机会做个老大。对，你讲了真有道理。 是啊，所以你看，你唔若甲我妈好啊配合哦，你有出团，咱两个小合作一下哦，对你绝对有好处。这我了解。阿忠啊！ 我来是你，等于甲刚一关李有志讲。 以后唔通这么嚣掰，啊！
中，总是要大细用一个讲法才会用的。对啦，什么代志？是安尼啦，顶回哦，江医官来找你谈判，表面上是咧回事咧，啊，不过落尾煞给你压去，害阮无得顶答应。你搁讲讲，那不是伊甲你失手，我敢会这样狼狈？头家失礼啊，拢是我唔好啦。啊，不过唔知啥原因，这个风声已经传出去啊。江医官变人，四个风声崩影。讲是头家你拼袂过江医官，佮讲你坐喺江医官面头前，完全头拢也袂起。人情冷暖，愈滚愈袂清，世事往往，最后才看会明。